永康西市的光兴宫今天举办着打拼文化季活动，参与的头只要过去一年厝内有出丁还是生着查某囝，咱会当带着水果饼到光兴宫来团拜兴元。伊今年打拼的人家总共是有19户。今日是咱这个光兴宫一年一度这个打拼节，今年这个打拼的信徒大德，各角头有7个角头，全部都有19位。19位的信徒大德担这个饼来到咱光兴宫拜拜。因为光兴宫的副董事长林永角表示，讲打饼的时效已经传承了100多年，而这打饼的人家除了是准备了三星水果油饭甲红圆之外，阁有囡仔衫裤甲水果饼。生这个查甫囡仔，啊，看来咱光兴宫拜拜，就是讲来给咱家父万岁做这个客囝，啊来。咱传统就是水果饼，啊，加这个帽啊、衫啊、鞋啊，啊来到咱光兴宫拜拜。每年到了旧历的10月20日，光兴宫广场内会出现这款的画面，就是南顶来这地点花博的规律，搭着一搭，而且算讲米拿顶头来装着水果饼、加囡仔衫裤、加鞋啊来团拜。这个打饼的渊源到今年都193年，因为这伫这个古早时传统。就是咱这个人民，咱这个囡仔，哦，啊无够，啊早当时也无迄个警察，哦，啊就这个算讲去捡迄个壮丁，啊壮丁出来为社区服务，到今年都安尼193年。今年因为讲疫情关系，活动规模有小可做改变，不过大家对着迎接新生儿的欢喜心情，一点仔都难无减少。南天新闻台以下永康采访报道。